一个太平洋中的孤岛，一个人迹罕至的禁区。一个个幽深难测的岩洞，黑暗深处暗藏宝藏，却又危机四伏。走进泰国海岛探宝，将带您走进禁区，和采燕人一起体验心跳，发现黑暗深处的宝藏。燕窝岛上的生活是单调枯燥的，岛上唯一的这台电视机也只不过是个摆设，因为这里接受不到任何电视信号。20多个男人常年居住在这个岛上，几条狗是他们最忠实可靠的伙伴。每年只有在6月份，岛上第一轮的燕窝采摘完毕之后，他们才可以轮流上岸休息20天。在这些搭建在悬崖绝壁之上的瞭望哨里，收音机是孤独的守护人和外界沟通的唯一工具。รอบหนึ่งรอบสองขึ้นไป15 วันถึงรอบนี้จะขึ้นไปก็1 เดือน4 เดือนบางทีก็5 เดือนมันมี2 รอบก็มันเครียดบางเวลา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หละมันเครีย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อยู่นานๆนะก็พอดีมันมีงานอยู่ใกล้บ้านพอดีไม่ต้องไปออกไปทำงานที่ไหนไกลประมาณ3-4 ครั้งครับปีนก็มีครับมีเวลาว่างบ้างฮะอ๋อดูทีวีไปฟุตบอล这个神龛里是采集者供奉的奈娘娘神，因为在燕窝洞里采摘燕窝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他们相信这个世代相传的娘娘神能保佑他们的平安。สารแม่นายแม่นายครับยกเว้นวันพระวันพระไม่ไหววันเดียววันพระไม่ไหวครับ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ความเชื่อแต่โบราณมาเด็กปู่ย่าตายายเขามาไหวมาตลอดนะหมูผ่าท้องขูดหนังออกผ่าท้องแยกส่วนแยกส่วนแล้วพาไปต้มมีอะไรบ้างมีไก่10 ตัว80 ตัว岛上的采集者决定在第二天开始采摘这一季的燕窝。凌晨4:30，我们在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原来是燕窝公司派一艘快艇送来了祭祀用的生猪和鸡鸭，岛上的人已经开始准备祭祀的仪式了。天亮之后，我们看到这些采集工人都各自在忙碌着，准备他们的采集工具。这些工具大多是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位是岛上最有经验的采燕师傅，他在这个岛上已经训练了10个徒弟。这些捆在一起的竹竿就是他们用来采集燕窝的主要工具。竹竿上捆着的这些蜡烛是用来在山洞里照明的。会灭吗？在洞里头？快走吧，30分钟。这个为啥要绑在这上面呀、啊？这个工具是用来摘燕窝的。你让它解下来示范一下。啊，你解了，弄下来，我再亲，别亲。是的。来一块。我想养了呀。哦，这样，就是够不到的时候就拿这个去够，是吧？太远的话，它就再接上去。
六根，就是很高是吧？有些洞。嗯。哦，那个蜡在那儿是照那个前面的燕窝用的哈。然后还洞是很高啊，一个洞上去有六条柱。应当才买包红豆。他说如果不够的话，是用那个竹几条柱大的绑起一起来，中间就做可以站可以脚站的位置，再爬上去。就在工人们忙着准备他们的工具时，祭祀仪式已经开始了。昨夜送上岛的鲜活鸡鸭和猪，此时已经成了神龛前的贡品。主持祭祀的人正在虔诚地祷告，以求掌管这个海岛的娘娘神能庇护他们在燕窝洞中的安全，顺利完成这一季的采摘工作。这些成捆的竹竿是采燕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准备好足够的竹竿，采燕队终于出发了。今天我们要去的燕窝洞悬在山崖之上，山洞的入口并没有路，要靠这些临时用竹竿搭建起来的竹梯才能攀爬进入洞穴。顺着这些梯子，我们小心翼翼地下到了一个海边的岩洞口。走进岩洞深处，周围幽暗难测，当采燕人把手电照向洞顶，我们被洞内的景象惊呆了。巨大的洞穴顶部密密麻麻布满了雪白晶莹的燕盏，在微弱的光线下反射出闪闪的亮光，像黑夜中漫天的星辰。看着这些一模一样数不清的燕窝，在惊叹之余，我们不禁疑问，这些燕子怎么能在这一片漆黑的洞穴里，从这成千上万个燕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刻呢？原来每天的傍晚时分，成群的燕子像已经约好了似的一起返回鸟巢，它们快速冲进洞穴。此时洞里能听到燕子发出的咳唾声与吱吱声，并且节奏变化很快。这种声音是燕子用来在飞行中测量它们与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声音，这种在漫长的物种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导航功能，使得金丝燕能够在黑暗中快速而准确地返回洞穴，并找到自己的巢穴。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些长在岩洞中的奇妙燕窝，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将用银丝编织起的燕窝雪白晶莹，它们均匀而整齐地排列在洞壁上。此时采燕人已经在地面搭起竹竿，并在竹竿上铺了一层白布，是用来接掉下来的燕窝用的。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岛上最容易采的一个燕窝洞，许多地方不用工具，仅靠手就能够摘得到。十几个人紧张有序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山洞顶部的燕窝用他们自制的工具也很容易地摘了下来，只用了半天时间，这个洞的燕窝就摘完了。按照岛上世代相传的规矩，一个燕窝洞里不管有多少只燕窝，必须在燕子傍晚回窝之前一次摘完，然后封洞，直到下一个采摘季节，采燕人才可以进入。回到营地，厨师已经开始准备午餐。他告诉我们，这些蓝色桶里的水都是在下大雨时他们接的雨水。岛上大部分的淡水和蔬菜食物都是燕窝公司从岸上运过来的。
但是如果遇到持续的风浪天气，就不能保证岛上人的正常饮食供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自制了这个简单的雨水处理系统，把房檐的雨水通过这些塑料管接进这些水桶，沉淀后的淡水为他们的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泰国人喜欢用咖喱做调料，大蒜和辣椒也是必不可少的佐料。这大大小小的石臼都是用来捣辣椒的。像洋葱、鸡蛋这样可以长时间保存的食物，是岛上主要的食品。岛上的采燕人大多是渔民出身，空闲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的海域打鱼，吃不完的海鲜就被做成这些鱼干。这些海产品也保证了岛上人的饮食。除了一些蔬菜要依赖外运之外，海岛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不仅采集燕窝的工具是自制的，就连日常生活用具也大都靠他们自己制作。没过多久，饭菜就端上桌子，几个采燕人围过来在桌子边吃饭。按照岛上的规矩，这里的工人一天只吃两次饭，上午8点和下午2点。这个规定是为了控制他们的体重，因为他们采摘燕窝经常要爬上很高的竹梯，有时还要通过狭窄的山洞，这些都需要敏捷轻盈的身手。20个人每次都要分2波轮流进滩，其余10个人继续守卫在各个洞口。就在他们进滩时，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而下午要进去采集的另外一个山洞需要乘小船走一段海路，绕过半个岛才能进入。望着这突然刮起的暴风，人们开始担心下午的工作是否能正常进行。下午3点40分，暴风雨刚刚过去，采燕队按原计划登上小船，赶往下一个燕窝洞。这个燕窝洞隐藏在一个巨大的岩缝中，要乘坐小船才能进入。进到洞中却豁然开朗，像一个宽敞的大厅。这个洞中的燕窝都分布在几十米高的岩洞顶端，仅靠手中的竹竿很难够得到。人们开始搭起竹梯，准备攀上几十米高的岩洞顶部。在洞中，我们看到一些古老的竹子搭成的脚手架。采集者说，这些脚手架是由最初几代的采集者用磨砺打成的。他们相信，将这些古老的脚手架留下来，可以保佑他们的好运。搭完梯子后，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采集者要徒手光脚，顺着这捆扎在一起的竹竿攀上去几十米。这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不仅需要高超的攀爬技术和专业技巧，而且要有足够的体能、耐力和勇气。因此，除了平时训练有素之外，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们供奉的神明会带给他们勇气和好运。当他们这样悬在竹梯上去够岩壁上的燕窝时，随时都面临着危险，因为除了失足落下之外，还有可能被藏匿在阴暗潮湿的洞穴中的毒蛇、蝙蝠和昆虫咬伤。
็รายได้มันก็มันแบบตังค์มันเหลือเป็นก้อนนะปลายปีครับก็ไม่นานครับรู้จักการขึ้นไม่กลัวความสูงแบบนี้ประมาณปีนึงใช้เวลากี่ปีปีนึงครับไม่ต้องเรียนค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ฝึกไงต้องฝึกครับก็ต้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ครับมันมี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มี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ของตัวเอง也许是他们的神明暗暗护佑，采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傍晚时分，采摘队全部安全地撤离燕窝洞，人们满载着丰硕的成果回到了大本营。人们把今天采到的燕窝都晾开来，这么大的白燕一个就是1000株，换算成人民币约200元。那么眼前这一大堆燕窝价值该是多少呢？当一轮圆月升起在海面上，这远离人群的燕窝岛显得格外宁静。忙碌了一天的采燕工人大都休息了，而此时各个瞭望哨里都亮起了灯光，守着这些已经采摘下来的白色黄金。这些辛苦的采燕人更是丝毫不敢放松警惕，他们时刻都在防范着可能发生的危险。第二天，当晨曦初露，金丝燕依旧成群结队地飞出去觅食。当燕子大多远离了海岛，采燕人紧张地准备工作又开始了。这大捆的绳索和箩筐是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见到过的工具。背着这些沉重的绳索，采燕队开始上路了。悬崖下面隐约可见的这个洞口，就是今天要采集的燕窝洞。原来这个箩筐和绳索是他们自制的升降用的工具。采燕人要用这些绳索把人装在箩筐里送到山洞里去。采燕人告诉我们，这个箩筐是用岛上一种特殊植物的藤编制的，这种藤不仅结实，而且有一定的柔韧性，可以随身体姿势的调整改变形状，从而适应狭小的空间。准备就绪后，第一个人就要进洞了，他先顺着崖壁向下顺利进入了箩筐里。很快随着缠在树上的绳子慢慢放下，第一个人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进入深邃不可测的洞穴里。几分钟后，下面传来回应，第一个人已经安全到达洞底。洞底一片黑暗，首先下来的人开始凭借微弱的手电灯光，在狭窄黑暗的洞底固定绳索，并帮助后面陆续下来的人。通过观察，人们发现这个燕窝洞的燕窝都分布在顶端凹凸不平的洞壁上，这无疑增加了采摘工作的难度和危险度。洞底的人只能用绳子把箩筐固定在一定高度，采集者就这样悬在黑暗的半空中，用竹竿去采那些粘在洞壁上的燕窝。洞底的人也丝毫不敢松懈，因为箩筐的高度和角度都要通过他们手里的绳索来调节。在这个洞里，采集者发现了一些难得的红燕窝，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血燕。人们大多认为
血焰是因为抹焰唾液吐尽而吐出的血混合而成，因此比其他种类的燕窝更珍贵。而岛上的采燕人告诉我们，其实这些燕窝上的红色只是由于洞穴的潮湿，洞壁上的矿物质渗透进燕窝而形成的红色。采集工作依然在继续，箩筐里的工人已经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在箩筐里工作，并且要不时地调整高度和角度，所以采集进展得很缓慢，但是收获却让人兴奋。直到傍晚时分，这个洞穴的燕窝基本上采集完毕，小船满载着燕窝和采集人的辛苦和喜悦驶回大本营。当夜幕开始降临，成千上万只燕子结伴飞回岛上的洞穴。此时很难想象，那些被取走了燕窝、找不到自己鸟巢的燕子将如何栖身在那黑暗潮湿的洞穴里。采集者冒着生命危险采来的这些燕窝很快被送回春棚的燕窝公司，这里是燕窝公司的加工厂。燕展在挑毛、包装或运输的过程中，许多完整的燕展被压碎，无法形成展型，但营养价值是一样的。这些碎掉的燕窝要在这里经过加工处理，处理燕窝杂质的工作是一项简单枯燥的劳动。这些女工们要用小镊子把这些混杂在燕盏里的纤细羽毛一根根挑出来，这样一碗燕窝丝要经过无数遍才能挑干净。完整燕盏经过挑毛处理后，杂质少、色泽好的，再根据盏形的完整程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ก็ฉีกหลังจากที่เป็นรังก็จะฉีกเป็นเส้นเป็นเส้นเป็นเส้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พื่อที่ทำให้ง่ายในการดึงขนแล้วก็ดึงสิ่งสกปรกออกสีสันความขาวและเส้นใยนะครับเส้นใยอยู่ในตัวรังเนี่ยค่อนข้างจะมากทีนี้เมื่อ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ไปนี่เป็นรังนกรอบที่2ซึ่งจะเห็นว่าความหนาเนี่ยจะน้อยกว่ากันมากรอบ2จะบางรอบ1จะหนาเส้นใยตรงนี้จะมากกว่าตรงนี้จะน้อยกว่ารอบหนึ่งเนี่ยจะมีเส้นใยที่หนาแน่นซึ่งเส้นใยนี้จะเป็นเส้นใยที่สำคัญสำหรับใช้เลี้ยงนกในอนาคตที่เป็นลูกนกนะครับทีนี้ต่อไปรอบสาม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ได้ว่าความสะอาดเริ่มหายไปมีความสกปรกเข้ามาแทนที่เนื่องจากว่าเป็นรังที่มี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มีลูกนกมีตัวพ่อนกแม่นกอยู่ในรังนี้มันเปรียบเหมือนกับบ้านที่พักอาศัยครับเมื่อผ่าน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มากความคล้ำความสกปรกก็ย่อมมีมากเห็นได้ว่าความหนาบางจำนวนเส้นใยเมื่อ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บ当这些燕窝被包装成精美的商品摆上曼谷唐人街的货柜时，已经身价倍增。燕窝之所以昂贵，不仅在于它的稀少，也包含着采燕人的风险和辛苦。此时人们关注的是它的营养和保健价值，却很少有燕窝的消费者能联想到黑暗洞穴里辛苦筑巢的燕子和采燕人的艰辛。过了七月，雌燕会在同一地方筑起它的第三个巢，这一次它终于能够不受打扰地产卵了。在父母耗尽心血为它们辛勤搭建起的这个安全舒适的家中，新生的燕子终于开始了成长。